吞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谭辉智呢日以嘉宾身份现身一个歌唱比赛，同场仲有参加过中年好声音的李嘉琳同埋 Kelly Jackie， 而吉吉周吉佩亦有到场支持两位学生。中年好声音三而家正进行招募，作为过来人的辉智，唔知道有冇怂恿身边的亲朋好友参加呢？咁啊，我知道爸爸都唱得知人啦，佢有冇话都想举手参加一下咁？我爸爸系啊，佢啊，佢我因为上一届我都有叫佢。一齊又叫佢，佢都應該麻麻地，即係佢又唔係好敢啦。我唔知係咪唔敢啦，定係點？所以呢屆就睇佢啦。我覺得我唔會逼佢嘅。你有冇問過佢啊？咁樣呢屆又冇啦。我反而逼咗啲可能啲親戚啊、阿妹啊嗰啲多，因為嗰啲就我覺得係佢哋都有機會，即係都大機會。即係有啲都會嚟嘅咯喎，即係會第時見到佢哋。希望啦，細妹就真係要再逼下啦，佢暫時都仲未得住，但係就我覺得佢應該要咯，因為佢都，因為佢好中意唱，佢仲其實佢熱愛唱歌仲多過我，其實，所以我覺得佢同埋佢又真係犀利噶嘛，咁我覺得佢係唔好嘥咗自己啊，我覺得。有你教路應該都。我教唔到啊！佢見到，反而佢見到我咁都得，佢應該會更加想噶嘛，係啦。好多人後面嗰啲親戚嗰啲，哇你都得啊，咁我嚟啦，即係可能會激發到，唔使我特別講噶啦。人氣急升嘅輝智，雖然面對排山倒海嘅工作，但係佢一樣唔會忽略家人。嚟緊暑假就到，輝智都安排好旅行大計啦。佢哋本身已經好多嘢學噶啦，其實呢個暑假咁啊排到滿曬，但係我都下個月都會有。即係咁啱，我又有個滿月酒要去啦。咁即係親戚，咁我就順便就一齊去新加坡。聽到係佢哋暑假嘅旅行嘅嘛？係啊係啊，因為其實都少啊，因為佢哋始終我哋兩公婆湊住兩個，其實都之前細咧好難搞嘅我哋。咁所以就依家大啲就應該會好啲啦。唔單止輝智，吉吉都係廿四孝爸爸，好似佢個女生日。佢都想好點同佢慶祝啦！阿女就近排就好中意阿慈，就成日話佢好靚仔咁樣。咁我就已經約咗阿慈話：喂，我嚟緊我女生日，可唔可以約你食餐飯？係啊！哇！阿女知唔知㗎？而家知嘅，我同佢講話，我話俾個即係俾個驚喜你啦。我話我約咗阿慈哥哥食飯，咁阿慈好好，佢話好啊，冇問題啊，食飯啊，好啊咁啊。咁我帶埋阿女同佢食飯咁樣咯。啱啱推出新歌的中游美，你日以小贝心碌现身尖沙咀快闪打卡宣传，不少 fans 都到场应援， Yumi 都觉得好开心啊！同一班粉丝就睇到我哋后面你个 MV 的片段，是啊，好开心啊！系啊，同埋好多谢一班好锡我嘅 fans， 同埋我知道即系见到自己个样喺呢度上面系真系好开心。新歌 MV 中 ，Yumi 放低一向乖乖女形象，以型格造型登场，佢更同男主角上演青春感十足嘅爱情故事，真系好大突破啊！因為我之前就比較可能少女啲啦，咁、啊、但係我今次我首新歌 Crack 咧，比較型格少少，同埋的確喺衣著上啊、曲風上都好唔同，同埋比較型格少少。咁、希望大家可以見到新嘅 Yumi 啦。係、嗯，我想知咧，你班粉絲有冇都同你都傾過話？哎呀，我哋好中意你 MV 邊一幕啊，點啊咁樣。我有睇過大家嘅 comment 啦，睇下觀眾們嘅 comment 啦。我諗大家都中意睇我。跳舞的那一部分啦，同埋因為我呢首歌第一次有男主角，而且要很近距離同佢有互動啦，所以係我諗大家都會中意睇嘅一樣嘢嚟。同埋喺個 MV 好似見到啊 Yumi 個 MV 入邊個角色啦，好似都幾主動嘅對住男仔。係啦，我諗現實嘅你應該你唔會係咁主動嘅。我唔係，所以係一個新嘅挑戰嘅對我嚟講，同埋我今次呢首歌。的舞蹈上咧都好特別啦，睇落去好似好簡單，但其實是有少少難嘅。咁但係等我做一次俾大家睇。好啊，咁我都唱埋啦。好啊，咁就係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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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k， 跟住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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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ck， 就係咁樣啦。嚟緊 Yumi 將會同 Chantel、Windy 一齊開 show，Yumi 都話好期待啊！因為都係我哋三個女仔嘅一個嘅演唱會啦，同埋我哋。
即係好似一個成長咗嘅一個 show 啊。係啊。跟住我就好期待之後會係啲咩嘅，即係有啲咩嘅作品啦，唔係作品，即係有啲咩嘅演出啦，可能都會帶俾一啲唔同嘅驚喜俾大家，咁大家就可以期待下。台湾艺人贺君祥日前被控今年一月间在私人招待所聚会时对一名女客人不礼貌，更被控涉嫌妨碍性自主。小美曾发声明强调冇对任何人有越轨行为，而在7月2号，小美首度被台北地检署传召到庭厘清案情。小美现身时即刻被传媒包围，对记者的提问一概不回应。你有什么话想说吗？会不会觉得很委屈啊？会觉得委屈吗？小心小心小心，你们觉得有什么？小心小心小心，要不要讲一下？小心小心，会不会觉得外界传闻有什么误解的地方？进门进门进门，小心小心小心，还是会觉得很委屈？后面有门，后面有门，是有误会吗？还是怎样？小心哦。有没有什么想要澄清的地方？要不要说一下？小心，大哥后面小心，慢慢推慢慢推，小心后面有门。边境嘅关键，小心小心。有传五月嘅时候，因为呢件案，小美住所被搜查，手机等证据被扣走。虽然事件尚系调查当中，但系小美因为呢个风波，有份演出嘅电影被逆角，小美亦全面停工。神隐多时嘅佢，眼神中流露住一脸疲态。小美喺大批传媒包围下，寸步难行，步入北检。两小时过后，小美双手合十步出法庭，多谢传媒之外，上车前仲强调自己清白。我想跟粉丝说，小心小心，来车要到了，小心哦。他们什么需要先检查？我没有做不礼貌的行为，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完全不打。来让个位置好，让个位置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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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日，名嘴黄子佼亦就一单性侵指控被传召到庭厘清案情，但系佼佼最终向法庭请假，未有现身。你好，嗨，哇，多谢你百忙之中真系抽空上到嚟我哋。作为一个阿伯，其实唔系好忙嘅啫。我知道你以前细个真系好热衷参加歌唱比赛嘅，嗰区歌唱比赛你攞到第三名啊嘛，亚军。咁因为咁样就入咗行啦。嗯哼，会唔会系同你想象中嘅歌手嗰样嘢系两样嘢啊？其实系噶，系啊，因为係有啲現場唱歌嘅表演機會咯，但係可能即係冇機會接觸到唱片啊，或者做歌手呢條路咯，有少少彷徨過嘅，因為始終都要生活噶嘛，係啊，咁你諗下500蚊嘅月薪，我除翻30日，我每日咧之後只可以用幾多錢，你估到啦，係啦，即係10多蚊啦，咁嗰時你就啊做後生細仔，仲會拍拖噶嘛，係咪？點拍？點拍拖？點拍一日？所以我曾經真係㗎，我去揾咗份95工嚟做㗎，好唔習慣咯，應該係咪？係啊，我去咗獅子銀行，哦，去獅子銀行嗰度做叫做見習 teller。即係櫃台員啊，比較唔係我合我性格嘅嘢咧，即係比較枯燥啲嘅工作。咁我又唔係幾適合做呢一類嘅工作，所以到最後我都係辭職。其實一直以嚟真係好中意做呢一行，即係亦都好享受做呢一行。嗯，嗰陣時我都曾經諗過啊，我可以做邊個藝人好咧？嗯。我都有諗過嘅，我就哎呀，如果即係除咗歌手之外，除咗歌手之外，我就諗啊，如果做到曾志偉都幾好。嗰陣時我都好希望自己做一個全能嘅藝人，即係擺喺邊一度我都有咁嘅能力啦。所以當時嘅你就係以阿志偉哥去做目標，因為我知道你除咗嗰陣時簽咗電台有唱歌，即係有啲唱歌嘅機會啦，有出碟嘅嗰陣時你。收尾有出碟。收尾有出碟嘅。咁嗰陣時嘅銷量係唔關銷量事的。唱片賣出的數量是大約是5000-6000隻，那陣時嚟講，嗰陣時5000-6000隻唔好成績嚟嘅，唔係好成績。係啊，嗰陣時好啲人唔係攞哇金唱片就25000隻，哦，哇白金唱片有51000隻喎，大佬啊，有冇好大嘅打擊啊？打擊，我唔做歌手啦。我又冇咁諗喎，我反而諗下就係，究竟我輸喺啲咩地方咧？我唱歌都幾好啊，係啊，啊我知啦，我唔夠靚仔。但我唔夠靚仔，冇理由走去整容㗎，係咪？咁我就諗下，
啊，其實靚仔咧嘅著數地方就係有觀眾緣。係。咁有咩辦法可以增加自己嘅觀眾緣咧？咁不如咁啦，啊，入去 TVB，所以我就主動同當陣時嘅經理人講話，不如咁啦，我想不如去 TVB 可唔可以試下鏡做其他工作？咁跟住佢就安排咗我入嚟 TVB 試鏡做音樂節目主持人。第一個嘅音樂節目就係新地新地大，咁啊同阿梁榮忠同埋輝仔一齊做，都會有啲比較戲劇啲嘢出現喎，比較 drama 啲嘢出現喎，亦都會扮鬼扮馬喎。咁所以嗰陣時都幾好玩嘅。咁到勁歌金曲更加唔同啦，勁歌金曲即係大型嘅 live show 啦，係咪？咁啊又要數勁歌金榜，又有金曲挑戰站，又有即係現場好多嘅表演，亦都令到我同好多歌手可以走得更近，係即係覺得，所以其實好 enjoy 嘅最初入嚟做所有嘅音樂節目。係，我哋好好奇啦，咦？究竟係有冇邊一個人係發現到？咦？其實阿長師兄係扮嘢 OK 嘅喎，咦？捉佢入嚟 EYT 一齊去扮嘢都唔係有人發覺我係咁樣嘅，係我主動要求嘅。我知道 EYT 歡樂今宵係一個牧人行啊嘛，係咪？哇！你能夠牧人行度打咗出嚟嘅話，你一定係即係周身都把把嚟嘅。咁所以我覺得一個好好嘅學習機會，所以主動同阿大哥講，我可唔可以俾個機會我入去EYT 試下咁？咁跟住就開展咗我做綜藝節目嗰條路嚇。係你嘅扮嘢生涯開始咗。我哋入一廠啦，各位。其實點難都要做㗎啦，我哋厚住面皮去做㗎。好似李思捷，李思捷叫技術型，係佢點樣可以將嗰個人好細緻嘅一啲嘢去捉到出嚟，跟住去展現出嚟。其實李思捷真係一個好技術型嘅一個扮嘢高手嚟。係咁，但係我就由細到大咧，就睇阿棒哥同埋阿燦神大㗎嘛。佢哋嗰種係咩咧？佢就係會捉咗某一個人嘅少少特質，跟住將佢卡通化放大咗佢， okay. 而令到觀眾笑。係。咁我就好擅長做依樣嘢嘅。你都好想真係再訓一班新秀出嚟，可以真係可以將呢一個咁樣嘅精神繼續延續落去啊！係啊，通過今次訓練學院，我哋同你相處咗幾個月，同你一齊工作嘅時間，你就知道原來每一次我哋處理一個節目、一個表演嘅時間，你整個嘅流程係點樣，你嘅思維應該係點樣，你嘅創作應該係點樣，到你嘅 execution 啊，到表演，所有嘢都要有一個好好嘅了解啊！我希望係咯，但喺呢個訓練學院完咗之後，即係好多學員有咗呢個理解之後，對於佢哋以後行嘅路會容易行好多。即係我好感恩我哋今次所有訓練學院，唔係淨係我嗰隊，即係添六添秀，阿思捷同埋祖藍嘅團隊裏邊嗰啲學員都好認真。係啊，即係係咯，所以我覺得係好開心嘅事情，因為通過呢個節目，好似感覺上面後邊真係可能會有人接到班。係啊，係。